不行啊，啊，没有生活的能力，离了我爸我活不了啊，得吃饭。我是个啃老族啊，哎呀，我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恶斗啊，都谁说的？对呀，这都网友说的，这都不行啊，就趁一好爸爸呀。您不也雇水军骂他吗？啊，对呀，我不光雇水军骂他们，还雇水军听我相声来的。真的，我说你们下回少送点东西啊，后边又有大爷大妈纳闷，这小子花多少钱呀，这你知道吗？你说怎么办？到那时候谁管我呀，那就完了。走在大街上，十冬腊月大雪纷飞，哎呦，冬天，哎呀，那北风吹在我脸上身上跟小刀子似的，哎呦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，哎呀啊，有幸我自杀。别介，我自杀。怎么自杀？我掏出圆珠笔，嗯，我要划断我的生命线。对，您都这么惨，就别卖萌了，就行。行行行。我为什么还这么健康？为什么？我也纳闷了。老天爷这样这么对我吗？嗯。想来想去，宁可死，也别死外头。为什么呀？我得把这身衣服留给他们呀。哎，他们未必这么想。